小科学迷们，一起来鲨鱼公园学科学吧！这里有好玩的科学实验、在线课堂、神奇绘本、科学动画。加入营队，走进大自然，体验户外探索。小小鲨课堂，让孩子爱上科学。杠杆，小朋友们刚刚做好了好玩的投石机，它是古代的一种攻城武器，可以把巨石投入敌方的城内，造成破坏。那投石机利用的到底是什么原理呢？其实就是杠杆原理。杠杆是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的简单机械，它基本上具有三个点，一个是支点，一个是施力点，还有一个是受力点。在生活中它是非常重要的，根据需要，杠杆可以是任何形状，剪刀、筷子、钓鱼竿都是杠杆，它可是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哦。我是小小鲨，一个集智慧和才华于一身的美男子，我们下集见。